今天吃酱多多蛋糕，乳酪香葱小卷，麻薯和奶酱满满，虎皮千层蛋糕，虎皮好 Q 弹，还有一份虎皮双拼三明治，我最爱的乳酪小卷一盒有三个，还送了一盒手撕蛋糕。这个香葱乳酪卷，里面酱超级多，还有一层麻薯。软乎乎的蛋糕体，口感湿润，一点也不腻。这又超爱吃。真好吃，哈哈哈哈。双拼三明治。还送了一个手撕盒子蛋糕。